这大陆现在很安全，自己一个人坐在这边也不会怎么样。拜托给叫公安来了独立国家。不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九。最近翠上讨论很多，疑似有第二批所谓的去中国的台湾网红们。那这个为什么我最近一直不做影片呢？因为我们要干大事。那这个就先不讲了。总之啊，我昨天看到一位女明星呐、啊，张婷婷呐、啊。这个从我高中的时候就风风火火，至今他也到了中国的广州去，而他在夜店开了直播，结果被保安赶出来之后，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大战啊、中国现在很安全啊，一个人坐到早上都没事，结果马上就有一个男生过来摸他屁股，给他摸下去，因为他这个是直播过程画面，所以全部被网友给录下来了，我都不知道这个是有点打脸呢。那当然啦，我看到新闻媒体报道是说，法拉利姐表示自己可以去中国各地旅游，是有人出钱赞助的啊，是谁他不想讲。那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啦。总之啊，看到这段搞笑的影片之后，我觉得这个他有没有收谁的钱，做了什么事，这也不是我想要关注的重点了，而是他搞笑的画面，我们再他一同来欣赏吧。这大陆现在很安全，自己一个人坐在这边也不会怎么样，坐到天亮也没事。拜托给。叫公安来了哦，吓死我了，要摸我的屁股了。我说这样子叫公安来了，刚才这样子直接抓住我的屁股，我就吓一跳，我说你这样子我叫公安来了，打110报警。他有刀吗？我直接我跟你说了，我手机就直接摔在地上，我直接这样把他摔到河里面。这个可是珠江的人哈，这个可是河了。虽然这个画面很好笑，但是我们退一万步来说，世界各地本来就有偶发的一些恶性事件，或者是一些吃豆腐的事件。当然啦，中共这个国家本来就在吃国际以及吃台湾的豆腐。还有法拉利姐也不是去什么董集村啊，中国的偏乡农村啊，然后被绑婚啊，被这个拐卖人口啊，还有不是，我相信拐卖人口应该有自己筛选的标准。看完这个影片，我只想说啊，这就如小粉红说了，这就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。我们淹水时代的时候不要发外网，发出来就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，你就是暗箭头国卖国贼，是吧？新闻表示你有接受一些赞助到中国，然后你又说中国现在很安全，下一秒马上被人家摸屁股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我拍过去的线人之一啊！我不记得我有请你当我的线人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接着还有第二段搞笑的影片，就是知名舔共的中国台湾省网红啊，在直播的过程中啊，疑似念出网友的留言，台湾独立国家诸如此类，结果韩国人马上言论审查哦，非常的暖心哦，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。独立国家，不行，完了，各位，我们要下去了，Anyway，Oh no， 我们要下去了，哦，太恐怖了，完了，我们要下去了，对不起了，他现在正在跑了，他正在进入到运算当中，不要警告，可能他的中文没有那么标准，对，我的话已经完蛋了，我是太开放了啦，对，我是太开放，我只大家按赞一下，谢谢大家。有爱心啊，人气牌啊，或者你们可以发现蒋友青那个表情真的是非常的天真，非常的好真实的反应啊，不管他有没有被封号，这都已经证明了这个言论审查的地步已经到了如此荒谬的境界了。好，想想啊，我前两年啊跟一个舔共的叫做台北机车男的人也是开了直播辩论。那位博主现在盯上我了，台湾机车男，台湾机车男，难道台湾民众靠最真实的他吗？之前啊他都一直在发翻片的视频，但他这次却用了一个核心，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台湾人的文章，请继续看我的号，我叫台北机车男，我会继续拍一下真实的大陆，别当我像台湾表妹这种弱小女生来欺负。当初我要求的条件是他在抖音，他在中国版的抖音上直播，我在 YouTube 跟他直播，我们双开平台直播。结果呢，不到十几分钟，台北机车男的抖音号被封了，然后我讲出了很多他回答不了的东西，然后小粉我听着觉得很辱华，所以直播被下架了，被封了好几天，最后只剩我 YouTube 的还在直播。即便在我 YouTube 直播，他还是不敢讲出他现在拿的护照是中华民国的护照。毕竟我们现在在讨论台湾是不是属于中华民国，所以他必须得回答我的问题。而他逃避了一个多小时，最后才讲出哦，对啊，我现在就是拿中华民国台湾的护照啊。我们带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个暖心的片段。现在还是一样，就是使用台湾象征性的护照。是什么？中华民国吗？请问你现在拿的护照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？就那么简单而已。你拿什么护照？这个护照等一下在抖音，你的抖音可不可以出现？就那么简单。
你去澳洲拿哪一本？这是现实问题。这存在于就是它是一国两制所延伸下来的事情。不是，不要扯到 ECFA， 我们在讲护照，尤其是 ECFA 护照，有43%都是来自于大陆。是护照，不是 ECFA。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，你现在护照拿出来照着念，你照着念，你护照拿出来照着念，中华民国，你就照着念嘛。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？是，对，我们是拿中华民国护照，但是我去抱怨这个事情有什么问题？你刚刚就讲就好了，你为什么要迂回那么久？我解释一下，就是直播封号的理由，我想知道一下。这边是显示很多投诉嘛？可是很多投诉要有个理由吧？比如说你骂脏话，色情遗嘱，色情遗嘱的敏感话题啊，其实就是敏感话。其实你都知道游戏规则，都了解游戏规则。因为其实今天会设定这样子，我用抖音直播，你们用 UT 直播，这样其实反而是一个不对的情况。但是但是还是可以扯到很多啊，就扯到说哦，可能尺度上的问题啊，这个就是这里不开放不明。好了，晚一点还有一支，我是89，等一下见，拜。